陆一凡，你这个自大狂，天天就知道怼我。你如果不想演的话，台本给别人。记不住台词，难道我是故意的吗？谁说我不演了？多大点事，还哭了？父亲，求您给他一次求生的机会吧，你们就饶恕他吧。 你们就饶恕他吧。人生第一次当女主角，就不能给一个好一点的角色？那你人生第一次当女主角，就不能好好演吗？教练，你们休息吧。晚安。